双鞋子真的能够闯出一片天，像是知名的马来西亚华人居民处钟仰杰，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制鞋设计师。当年英国王妃戴安娜舍弃了众多响亮的名牌，独钟当时还是新锐设计师的居民处，就是因为他的鞋子好穿又好用，而一直到现在，他的鞋子享誉全球，无可取代。台湾的制鞋业在过去因为代工的机会行销全世界，却没有自己的品牌，而现在要如何让这个夕阳产业再度旭日东升，品牌就成了关键。除了透过优质的连续剧唤起大家的热情之外，现在就看年轻人的创意要如何再造台湾鞋业。我是林一如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发烧话题追根究底，请继续锁定热血追踪。